死青蛙死田鸡。我的妈呀！哦哦，过不过去啊？过不过去啊？叔叔，饶叔，叔叔大叔，饶叔，吃坏了叔。谁给你面包了？你少在那边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直走前面，直走，直走。你知不知道我把这个我的压手右边？强强坦白讲不算是三宝了，你开车我技术没问题，技术是没问题，但是他有一些坏习惯。什么坏习惯？他有那个路怒症啊，路怒就是在车子上了马路以后，就整个人开始拱起来，哦，就开始发狂了，你知道吗？踢消民，对对对对，发狂跟发春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他在车上会化妆啦，然后会翘脚开的，然后便当啊，他就是跟一个男人婆一样啦。对啦，我觉得有时候是副驾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驾驶，我是一个还蛮称职的驾驶，我会告诉副驾什么样子去当好一个好的副驾，要帮我导航或是告诉我路怎么走。那当然我会告诉他路要怎么开。我导个屁呀！我没事帮你导什么航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是个路痴，所以我一定需要人家旁边告诉我，不然的话我会要 Google Map。你好，你就告诉我就好了。我是觉得你不要一直说话，因为你一直说话告诉我话，有时候我会吓到，一吓到之后我很容易就。还有人比你更爱说话。我觉得他是这样说的吧？他逼得我们在车上尖叫啊！他开车我们会尖叫，赶快来看看强强上路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老赵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路怒症。就有些人啊，开车啊，只要握到方向盘，整个人状况就不一样，他会狂按喇叭。脚呢会猛踩油门跟刹车，那通常这种人呢，都是这个考了驾照以开始慢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产后忧郁症一样。那当然了，今天不讲产后忧郁症，我下一集呢会跟大家讲这个产后忧郁症的问题。哎呀，今天天气是真的冷啊！哎呀，美女，美女啊，强强，哎呀，好浮夸。你今天要开我的车，你没有你吧？我从来没有坐过混蛋，我在高速公路。怎么可能？我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啊，很多病室都坐不到我的亚瑞斯，我的车尾灯看不到的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你不要让我马上去见上帝啊！我跟你讲，车子你给我好好开，我们照规矩。哎呦，我是安全驾驶耶！提高打给你哦。手刹车先解掉，不是？对，把这边哇，不是，你为什么开个车拿那么多东西在摆车上，这是干嘛啊？你刹车没踩，他没办法推车到这。你是第一，我知道啦，我加了处理的啦。往前，你别开玩笑，你什么？我先瞧一下那个方向镜。刚刚不是跟你讲要瞧吗？这是一个很安全的驾驶。我是上车的时候，我要先看一个路况，我才知道怎么瞧那个适合我的角度。绿灯的，不要再动你的化妆包啦。怎么走啊？你跟我暴露好不好啊？你都没有暴露，好，我们去玩，我们先玩，我们今天玩。哎呀，慢开，前面有照相。这像不像结婚五十几年？你怎么会这样子开车啊？你脚为什么翘起来？你左脚干嘛？因为我今天要定路，定住我的支撑杆。啊？你是什么鬼啊？脚不是要放你这样不好踩刹车，不好那个踩油门，小心点。哎，这台车在做什么？不守交通规矩，把牌照记起来。前面安全性加的，不用担心，好吧？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。急刹！直走前面，直走。你知不知道我把这个我的钥匙手右边？五十几秒可以化妆了，38秒还要哦，时间掌控，我先来，剩30秒，30秒够掉。这红绿灯上面有数字哦，30秒，还有小绿人，这也是台湾的。你开上车，我要够冲。慢点，哎，我的妈呀！过不过去啊？过不过去啊？哎呀，放心 ，OK， 过了。好，慢车道。哦，前面红绿灯右转，不要这样子晃，我受不了了。因为你这台车没加装避震器嘛。放你妈屁！没加装避震器怎么开啊？现在可以暂停，这边可以临停。哎，更白了。终于到了，没有死，命就是捡到。我现在叫他下车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看我妈。啊，强强，什么啊？现在下车了，到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弄完我的。你在那边等一下，我有跟你。我化妆还没化完呢。我跟你助理讲，怪你助理。等一下，我化妆还没用完，有需要吃饭吗？啊，不用，先不用，赶快逃。自己，我差点滑倒。上面，我的化妆品还在上面，还没拿下来，我还有一半东西在上面呢。哎呦，逃
直摇摇。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开车的状态怎么样？坐他开的车，四个字形容，那个时候当下的情绪，生不如死，这么严重，九死一生。对呀，你看嘛，你这开车这么急躁。我知道，但是其实我有把他安全送到目的地，这就是我做一个司机应该要完成的事情。我其实是个称格的驾驶，这你不要哀哀叫，跟他开车有够累，因为而且他刚才一直叫，一直叫。路怒症，他也有、啊。你们明明是同一个组织代表。哎呀，而且对呀、啊，就重点是，其实吵的人是他耶，你看得到吧？吵得到，就莫名哎，其实一个人开到一个地方可以很快，但旁边太吵了。对，有一种很讨厌的，这种叫 back seat driver， 后座驾驶。对，哦，教你教你，你在打方向，右转右转右转，太近太近，你会不会呀？吓到人呐、啊，对啊，不行啦，对对对，好好不错的，糟哥。我没有什么好在抗辩的，要逼你了，我不会再坐你的车了。来，来，今天哦，爆米花趁热吃。哦，好，趁热吃。怎么觉得吃中药跟趁热吃的？对对，趁热好吃嘛。来，哎，哎，出题。来吃吧，吃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摸我手啊？不是，强强。你要搞清楚啊！一个发抖，你都愿意跟我出来电影院看电影，基本上就是对我有好感。我碰一下你的手，也就是暗示你。哎呀，给你几分颜色，你开染房了呀？你怎么不照照镜子呀？你给自己精亮吧！我只无聊没事的一个人出来看看电影，刚好就你有空，我就这样打算看电影，就想笑想我的手，吃我豆腐，你是喝个饮料就想上我啦？啊！好了，我要定了。好大的胆子啊！我不做电影不看了。好好，不花了啦，不吃了。哎呦，凶凶凶猛，好凶猛凶猛凶猛。我没关系，还有第二波。哎呦，我遇到你这种疯的哈，真的啦，我情愿自己去死。好吧，没事，电影要看看，不看拉倒，是这样。哎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节目刚开始录的时候的前两三集吧，有一集呢，那就是我们录那个外景，那真的有点尴尬。那天鼻毛出来了，哎呦，我不晓得，是他直接导演一喊录的时候，他就很自然的说：“哎，你鼻毛出来，我帮你拔一下鼻毛。”哇，照理说用手拔，对，照理说应该不要录这一段，有点尴尬。可是我要看他。又拔得很自然，啊，我又爽痛爽痛的，就拔那一下，哎呦，就觉得蛮好的，就顺着就继续录下去。可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尴尬啊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不习惯他，而且一个漂亮女生，你帮男对帮男生拔鼻毛很奇怪哎，我是觉得了，哎，细汉掏斑布，大汉掏根骨，起码拔鼻毛再来，哎呦，他就有可能拔你的。头发，哎，头发是很珍贵的东西，不能乱拔。拔到你头上了。强强老师来阴的，当然啦，让你看不出来的。两个人他一起泡澡，无恙不恙，太亲密了。有一起泡澡，那个水哦，整个是黑到不行了。哦，水黑到不行，哎呦，现在好暖哦。少在那边恶心啊！谁给你面包啊？少在那边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怎么的脸？想要？你是不是很随便的女生啊？哇！一起泡澡，哇塞！他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听这么写，那都变流量的丢啊啦！也不是，因为这一集是刚好讲到那个男女性爱。就是婚前哦，是不是要试车可不可以？然后呢，刚好疫情，那外面都不能去露营了，我们就干脆直接租了这个五星级哦，应该算六星级的，还不错的汽车旅馆，对，来租下来浴缸啊，浴缸不用按摩的按摩，那就干脆里面就放一下按摩，顺便泡一下澡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就增加一些这个视觉感，那再包装一下主题，就还。点击率还蛮高的呢，大家喜欢看的那一定的啊，对呀，主要是看他啦，他身材好了，好好，这肯定都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只有身材好，其他都不行。我跟你讲，他只有身材，你们大家讲话都言不由衷，对不对？我来了解这，对不对？赵哥，强妹就在旁边，是你们朝夕相处，是否也会有进水楼台，他先得月？
春江水暖鱼，他是鸭先吃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他太多那些很男人的那种动作，挖鼻孔啊，吃鼻屎啊，弹鼻球啊，吃鼻屎。这个我没有办法。我打你女儿栽赃我，我怎么都吃鼻屎？我今天才看你有鼻屎嘞。他就是会做那种男人，他这一对还抠牙齿。有一点 confused， 对 confused， 真的稍微，而且强强那么辣在你旁边泡澡，不可能，有点反应。你那个时候敢站起来吗？哎，他们说哪一天突然间被拍到或什么？是不再来尴尬，滑进去了，不可能啦。其实我跟他哟，我觉得我们是个最佳拍档，是再怎么样都不会到那里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是个性其实是有合的地方，就像我们人跟人之间，如果知道这个人合，那个是磁场感，互相吸引。对，因为我跟他，我们就会大家喜欢看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反差很大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看他这个样子，感觉就是满脸横肉这样，对不对？说也不至于啦，他的意志力非常薄弱，有点薄弱，真的。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其实哪一方面意志力啊？各方面。放屁啊！谁跟你各方面的意志力？不是你的意志力薄弱。其实他这个人很简单，这个人非常简单。那其实是如果说。我们两开那个节目，其实就是辩论呐。我们两个站不同的方向，那他每次呢，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一个很简单的辩论答案、辩论题目，他可以到最后是。不想辩论了，他说好吧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放弃，然后对对对，放弃，然后那制作人就说停，这不是我要的，你怎么不会放弃答辩呢？不是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应该说他很聪明，会被牵着走，他很聪明，但是他的聪明呢，他都用在那种很极端的印证或很极端的案例。哦，那你要这样讲的话，我就不想讲这个。我认为你在硬掰。咦，不是人民来我说，我经过人生百态，我看过风霜、风花雪月，我有经过大风大浪，这都是我真实案件。所以我今天怎么样看乱账，我都可以讲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你当然没有办法骗我啊。对，其实他没办法骗我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对呀，他意志当然超薄弱吧，就躺了他就放弃了吧，因为讲都实话。你看嘛，你一直要讲，但他不鸟这一件，对不对？就也是一件事了。对对，两人个性有 match， 他就是要互补。对啦，一个爱讲的时候，一个不想讲。想我你就讲，我就听吧。对，他就被我驯服。去外景录一个主题是那个台大生啊，就是可以接受被那个包养，然后每个月还可以再存50,000，他愿意出来跟你抗辩。啊，我这个人就比较八股，我比较正能量，我就开始有讲一些。可是你看出来那个女生有点歇斯底里，有点怪怪，开始难看。我担心今天这一集白录了。所以我就稍微讲话比较收，他只要激动的时候，我就干脆不讲，要不然就是含糊带过。一直录录录录到最后，这个女的就发疯了，开始发疯，她骂制作单位，认为说我为什么要来这边被你们这样糟蹋？对，你们凭什么这样子讲包养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可是你觉得蛮不舒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节目要这样安排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很不公平，而且我为什么要这样被对待？我只是来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的。哦，我说那没关系。我们剪掉，要不然重录。他把包养合理化，对他把包养合理化，然后他又跟着合理，他认为他漂亮女生可以被包养。我觉得这个我来处理呀。对啊，对呀，这个很 OK 啊。你要来包的，我直接当他的客户。喂。后来这个女生就夺门而出，甩门哦。然后甩门，然后他还跟我讲说，你要不去跟那女生说对不起啊？我说这个不能对不起。对，这个事情为什么对不起？这个本来就是有双方的立场不同嘛。我们今天录这个影，我们本来就是讲这个主题，不需要跟他说对不起。这一讲说对不起，那表示那我刚刚前面录的都是废话了，自打嘴巴了。所以好了，他们好像去安抚那女生，女生又进来，女生进来还是很火，我就不讲话。我说有听起来你们的这个内容比较像分手擂台。累。后来对，凡哥有出来。后来那个女生跟我讲说，赵哥。我还是有一句话要告诉你。什么话？我说，请说。慢慢讲，没关系。愚人节快乐。对。你被审了。对。他值了。他这个整个人呐，惊慌失措，然后那个停机，那女生，他还跟他那女生说：“来，你说你想说什么，你说吧，我听你说。”那女生就是一直要好像跟他要整个打起来这样。他其实是有想安抚他，但我看得出他的紧张。对。我们经过那个分手擂台的洗礼之后，我们这些我们都看得对。没惊啦，没得惊啦。对啊。不是因为他是素人哦，然后又长得还不错，那代表这女生演的蛮好，戏剧系的。他是台大戏剧系，那难怪了，就被他找到了。
所以他们是之前有跟我讲啊，所以我就去把那个弄到导火线。那肯定要看的。而且强强最会煽风点火，这是他专长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要这样。他走红是哪一部片？车行那一部？没有，介绍一下。不是走红不是车行，车行以前是更早，是更疯的例子。还有一周刊更早期，对，那个狗嘛哈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对狗是更离谱，更丢脸。哎呀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越自然的影片，然后呢，你越觉得不会中的影片，越喜欢，反而他真的就会中。对，这很难讲，这很奇怪。有一次我觉得跟他拍很奇怪啊，我觉得我跟他其实没什么火花，我觉得我们俩讲的话真的超无聊的。他在我们家拍那个车行的影片，我说实在的，我们就坐在车上，他什么都不愿意聊，然后就跟我说他在聊什么信任感。我说信任感怎么好聊？谁想信任啊？信任的人就去死吧。然后结果呢，从头到尾就嫌东嫌西，又说这车不好开，他要开，我说随便你开吧。那后来不讲话了，不想看，我就想说这集怎么剪呢、啊？好了。一硬上哈，随便啦，看了随便啦。哦，怎么隔天起来？哦哟，很多人看呢。Oh. 我说现在这太无聊了吧？对，对呀、啊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无聊的里面看， oh. 就是我们俩坐在那。底下的留言都说，我一开始是想看他到底可以多无聊，结果就看完了。他们都说哈哈哈很好笑，我很不好笑在哪？反而其实你用尽了全力去做的表演，或是用尽了很多东西去设计的，反而最后的点击率很低，可能太刻意。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这个常跟我说，这片一定中，跟团队说这片一定中，太好笑了。网络我们就是要偏流量嘛，对，刚好是跟座谈会一样，我们好好聊一下，搞不好从里面，哎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，对不对？互相学试一集哦，就你们两个看着镜头。就坐那边，15分钟，我们看的有点，啥啥事都不做，这什么节目？这个叫行为艺术，就是这样，搞不好会中。对呀、啊，你越想不到的，其实都会中，反而你越想要的，反而都不会。自然，很奇怪哦。自然，他接话会接的比较快。之所以快的原因是你偏慢。不是，不是我偏慢，其实我要想一个正经的讲，我不要是。很意气用事，所以有时候我讲出来的东西，他就不能接受，他会认为，他现在是现在的新女性嘛，然后他动不动就讲说他被关了，他被怎样？被关了，被抓了，被抓了，没有被。你说多久我被关？他还没了，他还没。这样我交三架。要不然就是遇到渣男啦，是，然后又是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所以我很没办法接受他讲那些很无厘头，或者是很偏激的话，他都会说，哎，强强，你要知道，这个节目还有我，这个就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还有我，你要给我留点机会说话。他讲话不断气的话，一下子最少3分钟不会停。哇，你根本要整理他的话，来不及整理，你要反不过他了，就变成哇，要一定要让他断掉，他不断的话。三分钟啊，乐乐等啊，哦，对，没错，没有，也不会啦，这样其实乐得清闲呢。哎，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受不了他的原因是他偶包非常的重。其实，在网络上大家喜欢看就比较夸张一点，他常常就是用那种比较正经八百的心态，就是叫那个制作人，你赶片赶快给我看一下，片赶快给我看一下，我要剪掉一些不能说的，赶快，我觉得这个不能讲，我觉得这个人家会骂我，要把它剪掉。那新闻稿也是一样，新闻稿他说你这个标题下的太严重了，我实在没办法接受，请你不要这样下。到最后那制作人说：“停，你还是不要做 YouTube 好了啦，你废话很多，你毛太多了，你这个偶像包袱可不可以拿掉？”他真的以为他自己是偶像，对，是跟他这样。他请刑听男孩，他真的有，对，他觉得他是偶像。没有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哦，他还是要顾虑到，因为我们是公众人物啊，要有正能量嘛。他还会觉得自己这个画面太丑了，他也要拿掉。哦哦，哇，对，他拍过偶包啊。啊，赵哥，你有角度吗？你有哪一个角度？也还看，也还不要左脸右脸。他每天录，不是每天录，他每次录都情感。请假别看，你知道？不会啦，肉东肉西，要不然这边挖一个洞，要不然反正是艺人里面，我觉得最像艺人的。对，当艺人你就算对不对啊？那边参加丧礼就披麻戴孝，是一样的道理啊。可是他穿辣没关系，他动不动脚就在我这边蹭一下了，摸一下呀，这好甜啊，你知道？你在做完嘞了，我别忘了。年的时间，两个人竟然成为好朋友，还经常一起上节目，强强原因是？什么要征服你这个啊？哎，其实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男人味的人，那他跟我关系其实是亦师亦友。那后，那是你了解他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男人他其实心中有很多细腻的一块，对，他是内心深处其实非常体贴的，就是先夸奖，先夸奖，对，有没有？就像是我们可能出去有没有？好，出去一间餐厅吃饭，哇，他可以等我耶，哇，他是不是第一个有耐心，他会耐心等我？等你多久 ？Uber 也会等你5分钟，半小时。
半小时左右，因为我们玩弄头发什么的。好，等完之后吃完饭，吃完饭之后，哎，送给我好久，好久完之后呢，跟我说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边等我，我去开车，我走路去开车。我说你车停多远啊？他说走路15分钟，走过去开车，然后到了那个餐厅来接我，再叫我出来，然后送我带我上车之后，我到我的地方，我的目的地，他关心我说你朋友来了没有啊？你会不会一个人在这边等啊？你在我车上等好，等你朋友来为止就好。所以他其实有一些让我会觉得哇，看不出来是这种人，然后车上听什么音乐，你知道吗？车上来是这种，车上竟然听交响乐，交响乐，对，有这种哎音乐素养。养男丁他也可以会唱、啊、他那个可能是他调频的遥控器坏掉真的，我问他说你要听这个啦，他说对啊，他有这个已经熏陶很久了，熏陶很久、啊、个人的甚至，所以你看不出来啊，他其实内心有一块不为人知的地方被我挖掘到、啊、男人嘛，我们 gentleman 一下也是要先澄清一下，我今天来录这一集啊、哦、是要澄清我跟强强是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澄清啦，君子之交没有关系，我们就这样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但是我是觉得他不用硬扯，其实我觉得他心目中一定是有一样的分量的、哦、不然他其实对我，我觉得他耐力是够的。其实我就把他当成是自己妹妹，只是说刚好演艺圈那么多女性的艺人哦，他刚好就那个合得来，哎，那个 timing 刚好就有事情找我。其实任何人找我的话，我能帮忙我都一定都帮的啦。那只是说他就是应该怎么讲？他有一些调调像男生哦，比较哥们啊，哥们那好啊，对，所以我会跟他比较谈得来。对，那有些女生会比较太装的话，我就不愿意啊。那一天为什么说吃饭为什么会说我先去牵车再来牵？再来开车，再来带他走，您带他走，差点说溜嘴，他也算是奇珍异兽，对不对？哎，小心这边啊！车上去拿兽笼啊！我先去车上把笼子打开，不搞耍了。为什么那一天会这样子？强强出门的穿着超级辣的，哎呦，你受不了哦，你担心了。而且我那天请他吃饭地方在东区，我如果跟他这样一出来的话，人家一定认为是马夫带小姐。我这种小姐哪会走在路上，随便走在路上啊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，长头发小弟妹，我又怕被媒体拍，逃色交易又不知道说我们两个怎么样，干脆我自己走路走很远去拿了车，开到店门口叫他出来，有话说不清啊，怕也是有道理啊。来来，我们敞开胸怀，来，赵哥在这里认识一年了，是这么巧他就这一年里面的离了婚，哎呦，真的是！如果是好朋友，你有安慰过他这件事吗？哎，其实我有聊过吗？没有，我没过。其实我觉得，真的好朋友遇到这种事，那你会内疚吗？我觉得不是内疚，内疚，内疚，他的事，你看我扯我什么呀？哎，他害死我呀！他就差点点头嘞，差点点头，没有离婚这种东西，其实我觉得男女分分合合在一起，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正常，他没有出什么大事，其实我觉得无所谓，所以要勇于面对自己的人生，你懂吗？对，所以反而我没有问你代表，所以我看着请你不需要这种安慰，我知道吗？所以相对他跟他男朋友分手，我也不会问，我是在新闻媒体看到的时候，那天吃饭稍微点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出很大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？关心一下，他也是双方面是各玩各的啦。太离谱了！你可以好好形容吗？本来就是自己各自的世界啦。好，关系人快问快答来。好，强强首先提问。嗯，好。现在疫情刚结束，你决定打算什么时候去酒店玩一下呢？酒店，想去？不可能，不知道吧？我早就没有去这种地方了，我连 KTV 都没去，干嘛还去什么酒店？我可以证明，好不好？KTV 他都不去，现在他都在家里唱卡拉轰天的。合理的，这个人要换，我跟他拼命。好，下面台的确好唱啊。开始，我说出我的五个优点吧。啊，五个优点，很难吗？很难吗？我，你很漂亮嘛？你长得高嘛？你讲话很快嘛？这是什么优点？你头发长。
好难哦，还要画，来，我有责任感，我善良，我漂亮，我高，而且呢，我又有男人缘，这五个答案答不出来吗？来，画起来，嗯，一笔一笔哦，不能一笔哦，不能断掉哦，青龙侠，青龙侠，好，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发问。我看过你怎么青蛙耶，好，赵哥也是导演，然后制片也是演员。那哪一位女艺人你一点都不想再合作第二次？黑名单，可以准备画，换个颜色。这个不能，这个没不能讲，那不能讲就代表有答案，不能逼啦。我情愿让你画，这个不能答。真的有答案嘞，好情愿被画哎，好。不能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职业道德不能讲，它其实是有有的，有印记性变差，是一个没是有，但是是一个比较已经过气的一个老艺人。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我身材这么好，哪个部位让你起过色心？完全没有，没有，这怎么可能画？不可能没事，你也想过吧？你这懂的，来，我跟你讲。如果以擅长女性来讲，我情愿选阿曼达，我也不会选。可以挂，来，可以挂，真挂。不是，太假了。不是画画什么？画他啊！家里钥匙给你。太成功了，我要出来，打造真爱。哎，你把那个当备胎啊？对呀，阿曼达的画画，很多人选。谢谢赵哥。爱心，送你爱心，救命，送爱心了。好，这是什么烂问题呀？请出题，好勇敢哦！一个月给前妻多少赡养费？哦，问题都好紧绷哦！天哪，哇，太紧绷了！你干嘛？想换我？没有。OK，可以，好，接受，真男人啊！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那你一点都不排斥再婚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再婚女伴的条件会是怎么样的呢 ？5, 4, 3, 2, 1。我想要找可爱一点，然后脾气啊温柔乖一点的。哦，那就可惜不是你，是谁陪我到最后？我其实已经心有所属。有所属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你有心上人？好棒哦！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行情现在帮自己添加行情。心有所属啊，对啊。好像每次都在节目中会得知一些大事件。没有，其实没什么，就刚刚讲阿曼达了嘛，对不对？可爱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对啊。哎呦，很 OK OK 啦 ，OK， 攻守交换，来，赵哥发问第一道题目，请说。我帮你画得很好看啊。你少来。你前两个月跟你的那个男朋友分手啊，小你6岁，是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价值观，这种官方说法不能接受，不绝对不讲。我跟你讲，应该是说他那个能力不及，他一个月大概才2-3万，那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其实我这人跟他在一起，我是不看这个人背后有什么，喜欢就喜欢你这个人，可我喜欢你就是脚踏实地。那他现在突然给我弄了一台这么大的车，然后呢，他给他那台车其实后面也是没有价值了，我一看到没价值了，你知道卖掉也很难卖了。然后呢，你他去给他贷款贷了90%，他每个月要去付那个负担那个压力，那最后有天跟我借钱怎么办？有时候是我喜欢你这个人，可是你不要把这种压力放在我身上，因为我知道我看你不舍你这个样子，我一定你也会可能做给我看，那我可能要我先给你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比？我跟你解释，观众不知道，观众这时候切进来看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他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人，只是这一点，我觉得他必须要再务实一点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学习男人要务实一点，等于是也在砥砺他了。好，下一道题目出题。这个虽然认识这一年多来哈，你应该对我多少有一些了解。你知道我最近参与哪些知名的戏剧的演出？把那个名字给讲出来。戏剧演出？对。说出三。四间情。Two。四间情。好，一部。飞龙在天。有吗？客串吗？然后还有，戏说台湾。有吗？有吗？锦心新男，锦心新男孩。过来。哎，压着。来。其实我刚才画得很好啊。走下，一笔哦，一笔，哇哦，哎呀，我的电话，这个不能不行啊，对，这正好能画啦，
是谁？贼贼是贼啊？是贼啊？偷人啊？偷人啊？好了好了，罗志祥拍摄啊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那个返校啊？哦，返校，对，还有教官，都是天桥，天桥，对，天桥上的魔术师啊，我知道，每个都演大戏耶，请提问。这个很多人都在节目上看你啊，大哥都是挖鼻孔、抠鼻屎啊，还有干嚼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会做的事情？技能，我的技能是不是 ？3, 2, 1，我会乐器，我会三角铁，三角铁还会配我的 rap， 来，我来打给你看。这里还有带，为什么会有三角铁？还配合自己的 rap， 我会 rap 哦，来。第一次到见到你，你说你张望，说你张望，说你张望了呼吸记忆里，我只想忘我而已，在一起没想过这问题。你说你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第一个夜里，我一边说爱你，一边穿着起 sorry 我爱你，试着捏身体。我不知道你的需要，你对我的要求我从来没做到啊啊，你怎么受得了啊啊？你职场骚扰，职场骚扰。是很厉害，太精彩。说实在，我身体已经够不好，现在还有耳朵干燥，像个和尚在诵经呐。好，来来来，画画，这样画，这样画，画。哎，我刚才叫他画，我还得重站。哎，手不要过来，手不要过来。皮老虎，好可爱哦，可爱。好，这一道题目要认真回答，不能说啊没有或什么。来，请发问。很难哦。好。这个世界上哈，只剩下宪哥、No 哥还有我的话，我们三个你要选择哪一个跟你滚床单？滚床单哦。5, 4, 3, 2, 1。宪哥，宪哥，因为恭喜恭喜。体力好，体力好你不行嘛？这倒真的。那第二个，他多金，他又大气，大气他会比较抠一点嘛？那人家老婆在那里。我问你，你抱不平，我专门地方可以买，他在抠对你，你干嘛拿我啊？来来来，去。我们可以试吃嘛？试吃什么？聊聊吧。我在演艺圈呢，号称屌王，屌王。没有，最近有人比你厉害。现在我有点快超越演艺圈的屌后来了。哎呦，屌王对上屌后，太棒了，这个值得欣赏。一起来，饶舌最会屌，来。这个哈，入完大热门以后哈，工作的压力啊，就全靠这一桌了哈。来这热炒店吃一点喝一点就是开心，将一天的压力哦就完全解放了。好可怕，他跟谁讲话？对啊，好可怜，一个人坐在那边，赞，哎呦赞。啊，可是这也太奇怪了吧？酒这样喝一口就没了，啊，你们那个灌一杯那个生啤酒嘞哦。哎，拍谁哈？小姐，你的脚又那么短，啊，椅子又那么拉出来，我这样经过不小心踢到你，这干我什么事情？而且你居然先呛什么呛啊？这位 LG 上，你把这扯没有啊？我可是2007年就从宪哥节目出来的美腿甜心。哎呦！你看不看你自己呀？啊？腿那么短，还敢说我啊？肥青蛙、死青蛙、死田鸡啊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你全身这种穿着打扮，你是有在做饭局吗？还是酒店的？啊，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？而且你居然敢凶我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警行厅的总霸主赵哥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，在演艺圈哦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敢骂我，敢骂我的手指头算出来不到两三个。你最好是给我小心一点讲话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没有在怕的。哦，演艺圈。你这会骂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娘上过新闻，比上过通告还多呢。大学招，大学招，大学招！哇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厉害厉害！
你以为说你骂人很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在车间六教的时候啊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啊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啊，你就不知道赵哥的厉害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要开始用我的灵动之舌。五一月下，秒了。二月饶舌，灵动之舌。靠一张嘴行走，天王老师都要让我赵哥张嘴呱呱呱呱。一到临北变成小狗，随时随地补充营养，一天三餐罐头老母，阿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幕前幕后全都要跑哦。内恶心善，不骂会被骑到头上，脸色太臭，不骂会被酸敏感上，忍耐太久，不骂会堵人到早上，出口很脏，不骂会惹临北臭酸。背后开枪才是烂咖，车间六教都没在怕，放弃自己就是王八，车间六教都没在怕，跟着赵哥一起流动，就跟着赵哥一起流动。唱的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难听的要死。条街屌你屌到哭喊爹娘，这个男人那个男人，谁能承受我的任性？怎么骂自己？不要骂人心脏不动脑，不带脏字满街千娇，怎么唱也不化，管不住花团子，就敢讲到漫天宇宙。男人太多，不骂会骑到头上；女人太傻，不骂会被关到监狱；忍耐太久，不骂会堵人到早上；小雨太多，不骂会让你滚到东山。赵哥一起流动，就跟着常常一起流动。哇，哇，你这查某确实厉害呢啊！哦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嘛你啊！拜托，这种雕虫小技巧我没见过吗？我可是有见过大风大浪的，我还唱过 rap 拜托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既然都讲成这个样子啊，算你厉害了，好不好？老子今天也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你的单我买，我要走了。哎，我去。剧情啊！伊贝卡，伊贝卡出力了，都给你抓半手！我要不是你的小狗，都给你抓了半手！我就是要当你精神上的寄托，都给你抓了半手！我就是你心的太阳，要这样偶尔适当的发泄一下，哇，真的压力好大，有没有？大家看到有没有？看，天哪！我大概差不多，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了，没有看过这种不伦不类的表演。来来来，欧弟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那个赵哥跟强强，这个真的是地表上绝配了。最强的组合，两个人组一团嘛，赵哥强强棍嘛，而且你看，而且你看，看他们表演太舒压了，对，因为就算我们干掉也没有那个跪靠，没有没有，太舒压了。但是我说实在话的哈，哦，金姐，我讲真的，那最后那一幕有没有？好喜欢哦，拉手有没有？很久，结果音乐太晚放，那我跟你讲，就很尴尬，有没有？到底在演？我以为两个最后拉手了，怎样那样？要接吻啊？音乐一下才，就跟你说了放手。音乐太棒了，音乐在哪里？
最近这个大家压力都很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看看表演，心情就变很好。我们这个表演练的好，很好，多天，我们练了很久，还打个打你们这一段在我们那个 YouTube 上面点击率最少超过800万。哎呦，我这段很猛。我先把丑话讲在前面，是，就赵哥跟强强两个人私定终身，在。OK 啊，要。不要来了，来了！就跟你说我放手，就跟你说我放手，牵过手很快耶，你这样就在扶紧牵我的手哎，拜托一下好不好 ？OK 了 ，OK 了，第一次看到赵哥会害怕。我喜欢强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大方啊，大辣辣，他不会做作，没有哦，太大方了，一起他不会做自己，哎，我跟你 gay 掰啊，完全没有，开开心心，爱的爱，不爱的不爱，给你们满分，太棒了，惊喜啊！哦，谢谢你们，来来来。给的吧，这一定惊喜的吧？对啊，不可能惊吓吧？对啊，来，一二三，惊喜啊！惊吓！惊喜！我不吉利，来，剪刀石头布了，输的要输的给他那粘一下而已，很简单，剪刀石头布 ，OK。竟然是赵哥！哎，赵哥怎么会这样？你男的啦！哎呦，记得赵哥啊！您别是探我这钱了，脸模糊了，脸模糊。脸好，脸好。哎，好。好可爱哦！下属你了，下属你。正依照那个念了，要有节奏，预备，开始。书桌有个老师爱读书，书桌有只老鼠爱吃书。老师读书，老师读书，老师老鼠在老师读书时出书，老师读不下书，老师吃坏了书。很痛，很痛，很痛，很痛！八八八八八，你只把天。八八八八八八，哎呦，好好好，谢谢两位哈，很精彩的表演。